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，很高兴在星期天，很多人可能会出去玩，或者是有只是在家睡觉，但我们能够一起因着神聚集在这里，我们邀请大家站立在神的殿堂当中，让我们早上能够充满活力的来赞美我们的神，一起来拍手。后与我们同在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的是你。主，但愿你的圣灵在此时降下，求你安静我们每个人的心，在我们所唱、心里所想，都是在你的身上。主，你知道我的软弱，你知
的软弱，你用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，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，你心事极其广大，你的坚固我，知道我的软弱，你用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，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，你心事极其广大，破口，我们生命有许多的一个软弱，但有神的一个来填补，有神的爱，我们就得以完整。这时候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向神祷告，将这些软弱、将这些问题都全然交给他，并且求神来挪去我们生命中那所不属于他、那些属于恶者的。我们一起开口来为着我们的心祷告。承认主，我们需要你。主，我们将我们的软弱都交给你。我呼求你怜悯。永远长存，主你的信实直到万代。主，但愿我们所有的祷告我们能够归给你，也愿我们愿意勇于向你来认罪悔改，求你来怜悯我们。我呼求你